大海，你喝多了，你给我下去。陆岩，你说你为什么留在我们寨子里啊？留在我们寨子里，为什么又躲着我？你干嘛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衣服缠住了。没想到这么主动啊，早说嘛。不是，我就是因为大当家的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出大事了。大事？什么大事？这咋回事啊？这是啊？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啊！怎么弄的？等一下，怎么了？那我就喝了个解酒汤，回来就变成这样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会是怪物？大千，大千，过来！加派人手。封锁住清泉寨上上下下所有的进出口，没有我的准许，任何人不准下山，以免走漏消息，让外人来闹事儿。好，李丹，封锁厨房、酒窖、宴客厅，任何只要能进口的东西都不能让任何人碰，带我们细查。好，走。李丹丹，李丹丹，你假借诚心之名，在宴席上下毒。是想把十八山屯的寨子一网打尽吗？哎呀，好歹弄个行程，没有这回事。哎啊，大家不要吵了。事儿不是我干的，我的性子你们也知道，我不会用这么古怪迂回的法子，还让你们来针对我。不瞒各位，现如今清泉寨上上下下所有的进出口，我都已经堵死了。谁要是敢在我的寨子里作妖闹事儿，我必将他挖出来。哼，我看你是心存歹心。是怕我们下山找支援吧？是不是？不要乱说。找支援，我是为你们好。如今十八个山头，除了我们清泉寨，每个寨子都群龙无首。你们可以仔细想想，自己和别家的关系有那么好吗？恐怕没有找到支援，自己的寨子早被吞并了吧？你看看，对吧？这些人气息尚在，怎么可能？人都这样了，你看不见吗？确实有呼吸。阿爹，等等，小心！